应该正在录吧？我要看啊，红灯亮着。是啊。我要看你正面啊。17、18。正在录的意思啊？对，但是你翘头翘得好高哦。嗯，要翘一下。今天。看不出来啊，配合哎，看你自己。今天网络不很连不上，我今天都看不到，所以今天要用看的。你也连不上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连上。你连的，你有装 app 吗？不是啦 ，LTE 啦。不是啦，我说的连不上是说我这个没连上。好了，我这样应该 OK 的，就维持着不要关它这样。够时间。对啊，我看时间，9:15，我就滑下去报道算了。好。哇，今天都是白的呢，上面的人也很多呢。哇，今天好像粉呢 ，QQ 的。我去报道了。好。你滑了一趟了没？为什么不滑？
哼，好累。风景不错呢。
到这里应该是到学校了，现在是9:27，提早半小时到。看看 Google。滑下去就是Outdoor Center 在下面。Is here ski school? Downstairs. Down there. In this building? Okay. Downstairs. I got it. Thank you. Hey.过头了，靠背了。嗯，还是再坐个缆车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好美丽，哎呀，小孩！
学校了，结果我自己打开文件一看，我约的竟然是昨天，所以我连报到都不用报到了，爽爆！现在要去试着问问看能不能改今天。
Booking information, but I got here wrong day. So may I change my reservation to tomorrow? Let me have a look. Okay. So they just need to show them the instructions or scan them to check them in. Or maybe today. Have you got a ticket already? Okay, that one's fine.
说，那在很多。Okay, and sorry, did you say you haven't paid yet? Yeah, sorry, it's a free. It's a free one? Yeah. Okay. Okay, and you want to do that tomorrow? Okay. Okay. So I can come here tomorrow? Come here tomorrow. Okay. Tomorrow, so 10 o'clock? Sorry? 10 o'clock. 10 o'clock. Okay, 10 o'clock. Thank you. Bye. 我改成明天了，所以那我就上去跟你们会合喽。对啊，我改成明天十点来报到，而且我已经知道怎么来了，所以大概只要15分钟就滑到了吧，不到。好玩吗？简单吗？哎，唔係，我哋沿路我哋去 check 下嚇。我沿路放低一個車袋，你冇夠。係啊，你上去先，我睇住啦。我哋係都喺嗰邊嘅。游泳愛，佢哋話阿莊話嗰邊有間，好似有間拉麵。唔知點解嗰間係食唔緊要啦，如果行過去睇下，唔知點解要咁鬼多食唔緊要。Alright, guys. Ewan, Elise, let's go. Hey, yeah, I'll be back. I'll be back in 5. Come on.You're right, Gary. The beanie came straight off. And this is without you doing any exercise and lifting yourself off the ground.
所以就在 Roots 咖啡下面啊，搞半天，这样不是简单多了吗？哎。馒头，没有人来看馒头。这里为什么用铁栏杆围起来？奇怪。上半部的树就白白的，这里就没那么白。
完全不一样。这边不会起来的吗？可以滑，但是太平，所以没人要滑。这种平是要走多累，累毙了。要不要纸板啊？该纸板了，不然等一下走不动了。直冲了，直冲了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进入白白社区，快下去。
先坐右边，滑一次再坐一次。太小。不是啊，我正在坐早上第一段要坐的那个中间的缆车。我说的是吊椅的缆车哦，就是有两排缆车，左边比较慢，右边比较快那边，我在快的缆车那边。我要先滑一趟这个，然后我现在可以坐最右边的缆车去比较高的地方才再上去。我就滑下去，在你大家搭缆车的地方等。好。今天人真多，不过也还好啊。这可以练习，真不错。
是雪，都是雪，都是雪。10:10，我操，这是怎么的呢？白白的，哎呀！
嗯，长得很大嘛，白白树。咻咻，
那揪你在哪里啊？我也可以去坐那个两人缆车了、欸。砍刀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坐缆车上来，那个学校旁边的那个缆车，他为什么不能让你今天？我就直接，因为我猜，我先说能不能赶明天，后来我说今天也可以。不过他这样按，我觉得明天比较好。你就没时间练习的啊！你学到的技巧你要怎么教我？下次练就一年后了呢。如果我记得的话就是记得，不记得的话那就不记得。会的，亲身体会出来，但是也未必教得了人啊。今天我都滑树的另外一边，因为我发现这边很松，这边很松，又跳又松。你滑了一次，这个是不是？两次。然后我第一次滑的时候不想说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滑到树的右边去。然后后来第二次下来的时候，我想要选左边，但是我看一看，我发现很松。我觉得又跳又松可能很危险，我就走了，我就继续滑树的另外一边。嗯，那你感觉两边哪边比较累呢？一定是很松的那边累啊。啊，是啊，因为我血管会卡住不好转或什么的啊。哦，就像那天撞树也是因为血管卡住了，没有办法转。嗯，所以就你要利用那个凸起来的那个地方转。那他是说要来滑这个，对，那不就跟这个意思一样吗？那上面那个李黑咧？我不知道的。你没去？当然没去，我还没有坐上去。啊，你不是说刚刚讲这个时候你要去李黑？我没有说，我说这个是最上面黑色，不是真。他们教他跑过来拍，
说你排错了，然后结果我们选到一个路很窄很危险的。对啊，那个我们这个也是黑色，很多这个很窄。Hello， 好痛好痛！哎，那个树那个树雪掉下来，突然间他一个人造成这堆树的雪掉下来。你说他震的吗？对啊，他就倒倒倒，一堆树就倒下来，是怎样？这些树很重哎、欸，他们都被压得要垂下来了。然后他屁股一动一下，他就。对啊，要不要再摔一次？你大可以帮我照相，好啊，这已经快变树兵了嘞、欸。好像都僵住了、哦。对啊。大串僵住了。这也是啊，毛茸茸，搞不好你画画。它就掉了，看看看看看看附近的树，那他们摔倒才有它，是吗？而且这松松的，对你都听不到到声音。你看雪变大了一点点，对啊，哦，风也变大一点点，额头。明天继续下雨啊。一样，哎，还有一条呢，多的不行，全开啦，人多的时候它全都开啦，那还有一条哎，怎么有多条，多到不行，那我就跑去跑。下面呢、啊？下面有滑那个是国际，国际的黑线没有滑。后来我看了国际黑线中间有一条好平的路，难怪没人滑。满山满谷都是人啊，海浪还可以。那个雪场就这么大，很小，都很小。好冷，不是很小，是我们选的这两个都是很大的。哎，认不出路了。这条吧，你要滑哪一道？你要滑哪一道？是缆车旁边吗？来，我们坐的缆车是这一条哎。我坐的缆车是那条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是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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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缆车旁边，右边还是左边？右边吧。缆车上来方向的右边，这条。对啊。嗯？你就懂，没滑就下面啊。是啊、哦。好。开档车下面。好 ，Go。那要去哪里拍？还是下去一点？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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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松松的。不要去哪里拍。
里看怎么没有那么白啊？下去一点嘛，左边那一坨不错啊，你的前面啊，左边那一块都比较白。这一块啊，很白吧？可以啊，你再过两个弯就可以了。跟普通的都要，嗯，应该不错。不要拖啦，跟着拍啦。对啊，这样就可以拍了。我拍啊，我拍也要。我在那边站着休息一下没。好松哦。对啊，很舒服的感觉。而且很安静。对啊。不会有呱呱声的吓你。可以吗？可以。有没有泼水？看不出来。哦，我以为你问有没有口水。泼水。我已经开了。那等等，我把脸拉下来一下，我要有笑容的。可以啊。可以，很好。要有笑容的。来了。啊 ，portrait 吗？现在就是。也要普通的，也要普通的。现在在弄普通的。你好像相机是歪的。没有，这样可以。嗯，在我角度看，我帮你，我帮你相机给我。我先移动看看。你先试着弯过去。你说要我去哪里？弯成正面，我去正面，不是弯成向左边，你现在是向右边。那你要跟下去、啊？对啊，我会跟下去，我会自己下去。啊？可以可以。请把立入镜子。哪里有立入？嗯，你要相机给我、啊，你不要再走了。对啊，我知道啊。你没看我那么近吗？你铲到我，你就完蛋了。我哪有铲到你？没铲到我。哪里？又害我摔倒，我这里摔倒应该不会痛，得原谅。就是坐下而已。我在雪天，我的手都辨识不出来。用滑的。不够远吗？有，我再远一点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动，你根本我一张都没有拍好。哎、欸，我要重对。你要挡他是不是？对，我自己。一二三。够远吗？还要再远，我可以再远。不用看我。好，你看看满不满意？你侧降一点点下来啊。应该不用特别看的啦，看一下嘛，可以的啦，好啊，很好啊，收好就好，对啊，确定了。那我要看一下我，哎、欸，不行，
你帮我按开，不然我看不到我的。我如果不满意，我要重拍。没有啊，就直接拍。你要不要露脸的？不用，我不用。我要看我的拍的好不好？你的直接拍，再拍一次。为什么？就再拍啊，有的拍就拍，为什么不拍？而且下去又不用挡立入镜子，你再降下去啊，我帮你拍就好了。我把脸露出来。那你要用弯的哦，我前进一点。对啊，你弯。好，可以。嗯，这个高度。我好喜欢这一颗哎，这颗很粗。后面还有粗的吗？很粗啦。好，可以。我这样脸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啊，你会不会站太远？人像啊，人像加全身了不起。这个很好啊，我还含雪道嘞，我要后面含背景，我都拍了。好，再普通的，普通的就两边都有拍狠的。那我刚才让你拍狠的，没关系啊。好，很完美。帮你拍含雪道。好啊，可以啊。然后你转个弯，我再去。啊？好啊好啊好啊。好啊。哎，你没有把相机交给我。对啊，那你降一下吧。哎，现在是拍。你看我这个技术是不是变好？对啊。被逼的。你再下来啊！我的特降技术变好了。再下来啊！水要就还应该说水觉很松，所以很好降。不是，是真的变好了。你等一下再侧降一点哦，我自己再转个位置。你还要再侧降？因为我会变远啊，你自己抓距离啦。你觉得不够近，你才降就好了。好了，你要我前进还是后退？后退。后退。对，挡住立入镜。现在吗？停，但是你好小啊。先拍人像啊，人像刚好全身。哦，你要人像全身哦。那立入镜子我要挡住哈。一二三。好，横拍。横拍景很大哦。小心放放掉了。谁？哦，没关系。一二三，你要不要检查一下？我怕你不满意，我拍。不会啦，很好啦。但是你刚其实，我怕你没有拍到。我想要，哦，完掉了，我忘掉。我想要的是整个后面是那个。好，都可以啊。我半身就好。你看一看我拍的，你怎么还在那？奇怪了，我们俩在拍照。拍照，哎，给你，你检查一下。你要下来？那我要先看一下我。很好啦，哈哈。不错吧？还没看到。不错吧？啊 ，OK。嘿呀。对啊。不对什么？头很大，身脚很短这样。
哦，但是我远距离的也拍啦，一开始是比较近一点的也拍啦，应该都 OK 啊。好好好，那我再看你拍怎样，再帮你拍，好吧？姿势歪歪，你也不跟我讲，我整个姿势很奇怪、啊。我这个姿势是这样，脚这样歪的，你自己看，你不看我帮你拍的，那样才是我要的。你卡到你的那个了，好软，好好做。嗯。你自己看，你看我帮你拍的，就是不然你要提醒我要站直啊，或什么的。没有啊，因为要站直的话，就要更朝山底下倾啊。那就叫我站直嘛，站直姿态比较好看。哦，我帮你拍的大头狗。对啊，我帮你拍不会呢，为什么你帮我拍大头狗就觉得很丑？我拍比较好看。因为我那个时候比较背扭啊。对啊，你可以帮我拍好看一点嘛？你看还是说满意，包准满意，我就看了就不满意。看我头很大。这样子有比较好吗？我说这个 pose 你也不满意。不好。你看你都站直的啊，因为我有办法站直啊，那我就站直啊，我也试着站直，我也好好好，那你现在滑下去然后试试看，我看你站得直不直。我滑下去哪里？下面嘛。对啊，还可以拍就拍啊。不行，谁都爱拍照。那应该要用酱。有吧？这样有？有吗？好像没有呢。应该要这样，我应该另外一脚虚踩这样，这样就直了吧？这样很假吗？因为我就在讲，没有在踩。好。啊，后面有刺好，有我要的刺好。有吧？但是我觉得我好像……好，我知道了，我要在我的腰部拍。对啊，我好像没有帮你拿。你才不会变大头狗。有啦，我知道啦，我现在想，现在知道啦，现在就可以啊。有没有立入镜子？没有，挡掉了。人像。没有学到的哦。对啊。你这样子都拿歪的，你到底在拍什么啊？在我眼中看你这样子都拿歪的，你看你在我的这边拍，后面都是竖的。我觉得我歪的刚刚好啊。好。我长得比较高咩？我现在放低啦。高，你才高我四公分，你觉得有差？有啊。你先上档。人像啊，糟糕，我腿忘记伸直了，还是没有腿？有腿啊，全身啊。那钢腿不就很丑？再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钢腿不就很丑？一般的。对啊，谁站得怎样？那个，那是自己站的问题啊，怪别人的。我就拍不好，你好了 ，OK， 你现在好了，好。滑吧滑吧，我们要先滑啊，先滑先滑，他们停了，你先走吧。那我还没戴好面罩。啊，是哦。
那很好啊，就是因为滑熟啦。对啊，反而右脚觉得不太行，就会轮流感觉不大一样。太低了，太低了，哇，那这要怎么办？要滑下去哦。好像也切不回去啊，注定就是要滑下去的，对。哎，松松的，容错率高，车锤还可以拉回来。哦，你刚好成功切回去啊！看那个绿色的，好像从那里回去。下次就知道了。哎，揪倒了，在睡觉。嗯，躺着休息。我不知道怎么倒的，我只有抬头看你躺着了。啊，你有看到我跌倒，没有录下来哦。
嗯，没有看到倒法，因为就卡到一个很松很松嘛，然后就卡进去，然后整个人就往后面倒。哦，嘿，好，走了，现在就只有滑下去吧。怎么这么尴尬，上不了车、哦？在那边有个地方可以切回去，我刚看到有人切过去，但是我们还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。就是滑到那个顶起来的地方可以切过去，在这个蓝裤子的人的上面一点点，那个后面的树可以切过去，就横着切过去，就切到那边去。好，走吧，只能走这啦。
松松的松松的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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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颗也蛮厚的啊。这是比较大颗的吧。滑上面吗？啊？你还要滑上面吗？没有，我想要去冲那里吗？你想要去冲那里哦？想要去吗？没有哎。不要了。我们今天松雪，所以很好玩。嗯哼，我们想再去滑是那个，刚刚滑那个松完头的地方。还是上去啊？上去啊？爬上去啊？
对啊，做这个啊。肚皮配了吗？配啊。熟练了，下次换左脚再爬。对啊，下次换右脚。掉光了。好松哦，松到不行耶。这里也是松的吗？来放放放，好像不是呢，是馒头，是馒头。这边也很漂亮。
来越大。那边，这边啊，对啊，其实我在想，我们要不要去山顶吃饭好了？对啊，啊？都可以，会不会特别贵？不知道啊。好，走了。只听到你呜一声，啊！
这里。又掉了一点，啊？嘿嘿，对啊，该休息了。要吃饭了吗？去山顶吃好了。啊？去山顶吃。啊？现在几点？不知道呢，应该有十一点了吧？十一点十三。11:13，这样才两小时呢。阿少，累了就该休息啊！你说只要休息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只要休息就好的话，我们就去那里休息啊。好，跟你讲个要注意的，就是说，这样子是直直冲过去啊。那里有个翘起来的地方，就只是这样而已。看一下他，看一下他，哎、欸，看不到吼，你看不到，也还好啦，走咯。有没有飞起来了？有，怎么飞起来？可是这样子还要爬一下子。他是再坐一次缆车。坐这个、喔？可是滑过去。可滑去那里吗？对啊。但是已经累了呢。他滑要走好远哦。滑到那个下层啊，还可以。你看一堆人出来的地方。可以，一堆人出来的地方比较低。缆车慢慢滑过去。啊？我今天坐缆车。没有，你看我滑可以啊。出口在楼下呢。要去哪里？去休息啊。啊？不是要上山顶吗？你要上山顶哦？你不是说太早了才两小时，你还不要吃饭吗？就要休息。啊？好，那就去山顶啦、啊、我以为你说你还不要吃午饭，还没有饿，那就先休息，先不要吃啊。你觉得嘞？我吃个饼干就好。那要不要就去那个站？我懒得拖拖穿穿。不用拖，滑过去就到了。对，还是要拖鞋干嘛？你不想拖鞋子？那边可以坐着啊，那边上厕所二楼就是坐着啊。就是说我坐在雪地上就好。是哦。那先上去是不是？好，先上去哦。
着也休息啊。你要举重肩啊，来。劈开了，我现在就是直接内脚举起来，避免它卡到。转弯的时候都举内脚。然后习惯了以后啊，下次再卡到就不会傻傻的，卡到那一瞬间举起来就好了，好像跟溜冰一样。溜冰的时候就是，不是，就是你偶尔不稳的时候，其实可以动，那也要溜熟了以后才会有那个反应，所以就是多滑，像你就是越滑越多，那个狗爬式就会越来越少，因为你的身体就不大会陷入到状况。我刚本来以为这边怎么那么粉，后来发现是馒头这里才有。因为他有这种滑法，就看起来好像很粉。他们弄出来的是不规则馒头，没有馒头大队弄得漂亮。对啊，再等一下嘞，坐到山顶吧。看不到哈，什么都看不到。那天拍的，拍照，弄了一个相机。小路其实就切过了，就应该说血粘到上面就会开始那个啊。可以吧？好啊，上一次上。
换右脚爬。讲什么？他有讲话。有。上厕所，在 Starbucks 边。我们现在要坐缆车去山顶了。他在上厕所。在吃馒头，吃馒头。而且上面好雾哦，那什么都看不到啊。连个山都看不到哎。对啊。
350。18吧。18吗？欸，很多人。对呀，赶快进去。看看多少钱？你选，你把它丢着。对啊，丢着了，也只能丢着了。趁着还没中午，当然是给他坐下去啊！哎呦，哎呦，今天最惨的是厕所一摔。哦，对啊，我们定膝盖呢。差不下去。差个，都是硬的，多差几下让他躺着。走下来，对不起。干嘛弄我的、啊？干嘛弄别人呢、啊？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躺在这里。因为你下面没东西抵着、啊。下面抵住，好，很好。剩下位，哎靠，走不上去。车子走了。OK 啦，就是1000的。在看啊，好，在这里拖，是是，哎呀，很好。在外面拖比较空啊，我想穿拖鞋，你要吗？好啊。就会。就吃饭了，我不要拖两次。对啊。不，这样休息不是很棒？好。我跟你讲，我在今天吃山顶。我们现在在山顶的小屋，我们要中午要吃这里，我们正在拖鞋子，穿拖鞋舒服。就是最山顶，你本来是上次试图要上厕所，然后因为要脱鞋就没有来的这个山顶小屋。拿进去烤哦，不要放在这，快烧了放在这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拿什么馒头山的线？是最上面的黑线那一段吗？最上面的黑线，我们也才刚坐上来，我们还没有滑，还没试过。我是在跟你确认哪一间餐厅。
这个山顶就只有一间啊。Gracias.